就係13:5 A 組第三轉。暫時就 PC 鬥下結，兩架車個距離大約係一條短直路啦。誒 ，PC 架 A88 反咗，俾阿傑架 Fury 醒走咗上去前面。哦 ，PC 一反呢，三架都離開咗啊！睇下佢可唔可以隔住啲優勢一路帶到尾啊！後面咧二三位就比較近少少。而家咧就揸得穩打穩扎，而家帶嚟個距離已經超過一條半直路有咗，誒啱啱好可以過到，非常夠運啊！幾下。而家剩低唔夠1分鐘，如無意外嘅話咧，阿杰應該喺依一轉都可以贏埋。大約剩1個圈左右啦。
翻嚟就應該充電時間到啦。仲嚟，仲嚟，玩完都冇，佢已經冇啦。